您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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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
开创璀璨纪元，华亚传媒集团成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恭祝华亚传媒直奔中国，进军全球。恭祝华亚传媒大展宏图，散发了恭喜晒华亚传媒，系你最啱 channel 嘅娱乐新角度。华亚传媒百世光头，事业蒸蒸日上，大展宏图。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华亚传媒最强主播，重新出发，打造最超级传媒新力，最给力的娱乐网。恭祝华亚传媒大展宏图，业务蒸蒸日上，生日快乐！华亚传媒娱乐事业，娱乐事业无限放大。生日快乐！热切希望祝华亚传媒生日快乐！恭喜恭喜！生生娱乐最强国度，生日快乐！华亚传媒最强组合，重新出发，加油！共同和我们来见证中国娱乐事业强势起飞的重要时刻。首先要谢谢张国立老师，国立老师刚才送了很多的祝福，同时也带来了刚才一个非常具有震撼力和冲击力的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强势的娱乐王国即将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娱乐王国它结合了完整的业务网络，强大的资金背景，最具有影响力的演艺人才和作业广泛的覆盖范围。那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的朋友都是我们今天要强强联手的双方的好朋友，但是请允许我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强强联手的双方。众所周知，电击香港的风德利一直在我们的香港的娱乐事业当中是执行业之牛二。他凭借着全面的业务网络领航着行业的发展，他的业务范围覆盖了音乐、电影、舞台表演、电视剧、艺人管理和新媒体。可以说在各个范畴当中，他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先生以及聚众传媒创始人于峰先生共同发起设立的云峰基金，无论是在人才还是在资金上，实力都是首屈一指。而今天强强联手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他们要合力打造出大中华区最璀璨耀眼的娱乐王国华亚传媒，主力占据中国内地和澳门市场，为蓬勃的娱乐事业带来更多不同的发展路向。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首先请允许我为各位邀请出环亚传媒集团执行董事、云峰基金的创始人之一于峰先生为我们讲话，有请于先生。谢谢大家。那个国立去香港多了，所以就国语说不清楚。我更正一下，我们叫云峰基金，不叫云峰基金。这个谢谢各位朋友。那个大家看了短片，我觉得大家感受不到如何，我是觉得热血沸腾。那从2007年开始，马云、江明琛我们一些个人投资了华谊兄弟，
然后这个见证了这个中国第一个民营企业这个电影上市，然后我们去年也投资了张艺谋这个王朝歌和樊悦的那个印象。那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市场，就是一个在可能说起这个名字，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耳熟，这个非常熟悉的，从小就看到他们电影长大，同时又今天看到那么多明星在场的，这是一个在香港，在一个国际市场上有了多年的经验，他们在电影、电视剧、这个音乐演唱会、这个唱片上以及艺人经纪上具有这个整个在华丽演艺圈里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整个产业都覆盖了整个文化娱乐的产业。那我们觉得今天对中国的市场来说，文化一直是我们云峰基金关注的方向，因为对中国来说，除了物质的发展，精神是我们必须要支持和关注的东西，文化是我们必须要牢牢关注的方向。那文化娱乐是大家随着生活改善以后一定会去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是愿意把它做深做透，然后我们投更多的这样的文化的企业，能让他们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那大家刚刚看到短片也看到了，这个环亚无论在这个拍摄的电影上，几十部的电影，几百部的电影，片库也有几百部，演唱会几千个人，几千场演，数千场的演出，覆盖的人群也是几千万次，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文化这个集团对整个一个华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那我们觉得他们这个在香港深耕了这么多年，无论其人才管理的经验，尤其是和国际市场接轨上，是给这个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那个市场能带来巨大的作用，同时也能帮助中国的更多的企业和中国的文化走向市场，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中国的传媒真正的看到这个，能够看见更多的企业，像迪士尼、潘摩尔这样的企业，能够都有几百亿美这个市值，那当然是美金，对不对？今天对我们来说，很多的上民营企业、文化企业上市了，但是市值仍然不够大。我们是希望在这个中间能够出现更多的巨头出现，能够真正对中国人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推向世界产生一个帮助。所以在这里，能够我们和一些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共同发展，当然我们也会帮助这个环亚在人才上，尤其在新媒体上，在新的渠道上，共同来帮助这个企业走得更远，走得更大。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余先生，余先生请留步。余先生，先请留步，先请来这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为环亚传媒的成立进行一个亮灯仪式，您是我们的主理嘉宾，先请您稍作留步。我们同时也请上我们的主理嘉宾，环亚传媒集团主席林建岳博士，有请林博士。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云峰基金发起人及主席马云先生，还有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我们的影视歌红星们，有请各位。还有我们的导演们，来，请各位。接下来，哎，国立老师，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亮灯仪式。这个亮灯仪式象征着环亚传媒的辉煌星光，将会照亮整个中国市场以及亚洲和全球的娱乐事业。我们请全场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倒数，好不好？全场的朋友，请准备，三。
刚才我们用这个亮灯的仪式宣布了华亚传媒的正式成立，但是我想在座的各位非常想了解一下，在林建岳博士的心目当中，未来的华亚传媒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蓝图。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博士，林博士有请。谢谢各位，我没那么高兴，要讲第一点。各位来宾大家好，在过去丰金林集团一直都拥有非凡的建制，而在未来我们的以云峰基金为首的一个新的势力和管理团队的加入，将全面推动华亚传媒继续前进。通过三方的优势，将会把中国和世界文化娱乐业推向国际的大舞台，带动强势的发展。华亚传媒将在国汉娱乐事业上精益求精，全力推动娱乐创意，并为重点针对四大领域的发展推陈出新，当中包括电影、电视、电影城、影视文化城、新媒体、体验管理、大型演唱会以及文化娱乐管理等等。打造文化娱乐第一品牌，立足中国，服务亚洲和全世界，是华亚传媒集团的目标。我们对以后的未来充满信心，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林建岳博士，很简短的发言，但是很有力，也为我们绘就了未来华亚传媒的这一幅蓝图，非常的值得期待。那当然，林建岳博士已经发言了，我想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影视歌的红星，在华亚传媒的旗下，他们的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事业规划，也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非常想了解的。那我们不如这样，先从音乐着手。我们首先为各位请上来的是同样来自北京的黎明、韩红，还有香港的顶尖音乐监制雷颂德先生。先请三位跟各位打一声招呼。雷弟，朋友们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雷颂德，我要讲广东话。首先我好开心加入呢个华亚传媒集团啦。其实我开头加入嗰阵时咧，都唔知道即系间公司个底细系点嘅。咁啊，直接 Gary 一路话俾我听，其实系咁。咁我就哇，即系嗰、那个我觉得嗰、那个成个公司嗰个架构系比 imagination 更加好，即系个好完美嘅一个平台。咁我的工作當然就係協助所有呢個公司嘅 artist 啦、音樂人啦，去製作更加多好嘅音樂啦，製作更加多好精彩嘅演唱會啦。咁另外一個工作就係、是、當然係吸納更多有潛質或者好有才華嘅音樂人、樂隊又好、作曲家、作詞家又好，嚟加入呢一個平台，幫佢哋將佢哋嘅即係才華係大展宏圖啊！咁就係咯，總之就係只需要下啲音樂。好，非常謝謝雷颂德先生。我請他幫他翻譯一下，好。可以，我也可以翻，你也可以啊。那我其實把它縮短翻，就是他基本上加入華亞傳媒是很短的時間，但是他今天看到了華亞集團裡面，其實在很長的日子裡面做很多很多不同對娛樂圈有貢獻的東西。所以他现在是一个音乐部门的一个主管，他会继续帮助整个集团去把音乐做好。其实说有问题就去找他，关于做音乐的事情，他会继续把音乐做好。谢谢。好，终于明白我了。是他最明白你，没错，因为你们两人会做很多很多年，而且我知道，我今天一来，他们就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雷颂德好像在筹备你的入行25周年的演唱会，对不对？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觉得每个演唱会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而且今年的演唱会对我来说，是因为刚好在我生日前后，就是可能在演唱会度我的生日，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说，这个演唱会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的演唱会跟我生日结合在一起的是好像在1999年，哇，十一年的时间了，对。好，所以现在也在全力以赴。那 Mark 还是会做你的音乐总监吗？他是会的。一定会，因为在同一个集团里面，他是一定的。好的，
腾鸿这一次和环亚传媒的这个合作，听说也在筹备新唱片和新的巡演，是吗？对，新的巡演是明年的1月7号的五棵松体育馆。对，是拉开序幕，中国巡演拉开，正式拉开序幕。是我到环亚的第一个演唱会。五棵松之后，在全国还有其他地方的计划吗？那肯定的。有大概目前规划有几站？不能告诉你。那我们就等待。那刘可以告诉我你的巡演规划有多久？大概这个巡演要做多久？我能告诉你，就是香港是我第一个规划，其他规划我还不知道，等公司去安排。好，我不是不告诉，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明白。我觉得今天林博士一发言之后，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悬念给我们。好的，那这样吧，那我们来聊一下。因为我知道其实刚才爸也有提到，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人也会给很多新人提供机会啊。那面对环亚这样一个更大的更新的平台，你在未来这个新人的推出方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其实我们环亚很多不一样的音乐部门，其实我们每个都有自己的创作空间。那在我们来说，我们相信我们继续有跟一些不一样的新人可以有机会合作，把音乐的品质继续提高。我觉得保持高质数音乐，高质数MGB， 高投资，而且有一定的回报率给公司，而且可以回报给观众，我们可以拍得更加好。好，非常谢谢，期待你在你和 Mark 的保驾护航之下，在香港乐坛有更多的新人被我们所认知和熟悉。韩红，最近大家谈论你比较多的，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前一阶段在人民大会堂所举行的南红爱心西藏家乡公益行的新闻发布会。我知道这个行动得到了包括国家领导人和很多部委的大力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响应，而且我也知道马上就要启程了，对不对？在环亚传媒这个新的平台上，对于你将来你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终于到我说话了，我以为我只有一个问题。现在谢谢你把时间交给我。那我想谈谈我的体会。首先，我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唱歌的小孩，很多年没有人管理我，没有经理人，没有公司，就是凭着对自己音乐的这份执着，就这样摸爬滚打走到了今天。没有操盘手，没有推手，没有包装，什么都没有。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什么都有了，因为我有环亚。啊，鼓掌吧！我看中环亚公司是因为三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因为李健岳，因为我喜欢他这个人。我不懂得做生意，也不会算账，更看不懂合同。但我只看他的脸，我就信他，所以我签了他。第二点，因为他有刘德华、黎明、郑秀文，还有我喜欢的吴彦祖。我觉得他们都信他，所以我就更来信他，我就比较简单直接的做人方式。第三点，我知道他们都非常有爱心，这个公司所有的艺人，在每一次我们中国面临灾难的时候，他们都是冲在一线。然后林建岳先生他经常捐款，我其实觉得蛮对不起他的，因为我到了这个公司以后，还没开始唱歌，他就陪我一起捐款。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捐多少，我就捐多少。”那好吧，那我就尽量多捐，因为这样他可以多捐。所以这次西藏行，我们捐了800万，老板。那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当然你已经给了我很多钱，我不是找你再要钱的意思。也许我说的这话不对，因为我没经过考虑就说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次我们西藏的事情，宣传部分，还有一部分的费用都是由环亚来给我们提供的。我想替我们全西藏的老百姓，还有那6所孤儿学校的孩子们，以及那些曾经看不起病以后可以免费治疗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谢谢所有环亚的同事们，谢谢老板。还有最后一句话，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以后我们环亚要建自己的电影院，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华亚从拍电影到播放电影，我们可以做到一条龙的服务。我更想替林建岳先生说一个他的愿望，我们会响应中宣部的号召，把文化、把文艺三服务送到农村，送到基层，送到更多需要看电影的人那里。我们想让全中国人都看到中国人拍的电影，都看到中国华亚人拍的最好的中国电影。非常谢谢，谢谢三位接受我们访问，谢谢，请三位入席，谢谢。好，和这三位的访问，我们可以感觉到华亚传媒要支撑起来的不仅仅是您的管理层吕兆全先生、庄成先生和陈志光先生。随后我们要请云峰基金的主席们一起到台上来。我们请我们的来，好，请各位一起看前方，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礼仪送上香槟，请我们在台上的所有的嘉宾共同举杯来庆祝环亚传媒的正式成立，强势起飞，开创中国娱乐事业的全新盛世。好，台上的嘉宾，台上的嘉宾请准备，我们的传媒的记者朋友们也请准备，我们请台上的嘉宾一起端着酒杯来面向前方，请准备，一二三 Cheers。传媒朋友们，华亚传媒将会开创中国娱乐事业的新局面，领航娱乐事业的未来发展，对此我们翘首以待。今天的发布会到此就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可以享受我们安排的茶点，也可以跟我们的公关人员联系安排访问我们的嘉宾。再次谢谢台上的各位嘉宾以及台下所有的媒体朋友，谢谢各位导演，谢谢各位艺人以及各位媒体的朋友们，谢谢各位的光临和支持，再见。